兄弟们，天气好了，准备也出发了，搞好这个车了。这个车怎么搞得好呢？主要是撞歪了，这个车底下我找到这个有个坎，可以走到这上面，这样子，就可以做工啊。要不用梯子，叔叔啊，接电一下啊，兄弟，搞电，220伏的电要搞出去啊，这个地方，220伏的逆变器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插进去。220伏出来了啊，然后要么去干它，磨这块白铁皮下来，然后敲平，这个地方撞歪了，这里把它磨一下。有电了，开干开干开干，这个鞋，这个地方鞋弄的漏水进去了，拿个铁锤敲了一下了。
拿铁锹来敲它一下，把这个塞到里面去，拿铁锹去敲一下，斧头也敲敲。
什么都能修，自行车能修吗？啊？自行车能修吗？自行车？啊、不会，你连电脑电坏了？对，单车变速器坏了。啊？变速器坏了。当地有怎么修？没有，这一块都没有修车。那些电动车呢？行，啊，收拾东西去了。对，你等了他。什么时候走？我要去那个棺材那儿。现在走啊？对。现在就走啊？现在走。
搞定事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我是廖大游中国，现在差不多 OK 了，三位也搞完了，准备可以出发了，兄弟们，干就完了。